资深传媒人汪曼宁不嬲人缘都极好，日前佢就同叶童、毛舜筠、杨玉梅同埋林子祥嘅前妻吴正源等等一齐食饭。71岁嘅吴正源虽然面上有唔少嘅皱纹，但系穿着朴素嘅佢气质依然都系咁出众，完全唔输俾同场嘅女星啊！曾经是华纳唱片香港区总经理的吴正源在1980年和林子祥在美国结婚，不过其后林子祥就和叶倩文传出绯闻了，吴正源和林子祥最后在1995年离婚，而林子祥在离婚第二年就和叶倩文结婚。虽然曾经陷入三角风波，但是离婚之后林子祥和吴正源都相处融洽，林子祥更加会和吴正源搭膊头影相添。